赞成他的意见，一定要把那个时程定出来，而且要把那个达不到的那个差额要给每一个住户啊，因为你那个时程很重要啊，不然真的是拖太久了。那要说要改变那个广慈的那个商业区的容积率，我想捷运局一定会说啊，那个都市计划已经定了，就不了了之了。还是你们真的是还有办法可以增加我们的容积率？好，谢谢。是不是再下一位简先生？对不起，我姓钟，我不是简先生。我既然拿到麦克风，我就先说一下。哦，主秘好。好，你好。议员各个议员办公室的主管好。捷运局的主管好。那么，各位好哈。听了主管，尤其孙科长的报告，当然大家都努力。我们也都知道要办成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。都是大家辛苦，大家折中，最后才得到了一个也许大家勉强接受的答案。我们所有的地主都那么的相信市政府，也那么相信捷运局，所以我们才愿意参加这个共购。我想大家都晓得，参加了共购以后就是按照程序走，等于我们都签了卖身契了，虽然都还没有签名，事实上就已经是跟着走了，这个谁也逆转不了的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权益谁来保护呢？现在刚才讲得很清楚，变换了权力变换，我们的土地变成市政府的了。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市政府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市政府给了我们什么保证？没有，我们得到了一个，就是说后面有权益分配，那里有权益分配，但是市政府现在没有告诉我们跟谁权益分配。各位知道吗？我们和谁权益分配？不知道。那么谁是我们的对手呢？我们是不是又把脖子伸出去给人家砍呢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分回多少呢。我当然晓得主秘的意思，不可能一瓶换一瓶，排水排水啊，排水排水啊，排水啊。我们当然了解，站在主秘的立场，是不可能现在承诺我们室内一瓶换一瓶加一个车位。但是谁来为我们争取呢？谁替我们去 bargain 这个当中什么是合理的？当然主秘讲得很对，主秘是说半年开一次会是对。站在主秘的立场，假如我是主秘，我也最好是三年开一次会，是不是？房子什么时候盖好？盖得快两年就盖好了，盖得慢四年盖好。那么半年开一次会，跟谁开啊？各位，跟谁开？跟你还是跟我还是跟他？不知道，没有人告诉我们跟谁开。谁让我们组合起来一个单位跟市政府捷运局开会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希望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各位水平都很高，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这个老子说的愚民的时候，所以不是打马虎眼就可以过得去的。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各位主管不是跟我们打马虎眼，各位主管很努力，做了很多的成果。谢谢主管。好，谢谢各位简先生。我听起来就是说很多都是那个不确定因素，比如说那个建商啊，比如说那个怎么分配那个那么我只有几点要求，就是说，今天那个小姐她讲得很好，SOP 我就把后面的很多的疑点都解释进去。那么我要求是说，严格遵守那个比例分配，就没有那个以后的那个美和案的那个问题严格遵守这样。
你前面多少的分配，就是后面一直都延续到那个后面，不管它多盖多少的面积出来，拢会当大家拢会当赔来分安尼吼。啊，佫一项就是讲，因为车位无伫这个容积率内底当中，啊，所以恁若挖地下四楼，车位应该足多个，所以阮若阮分吼，一间一户上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我唔知影讲恁迄个当初规划讲什么百楼个位，啊，既然一千一平的这个土地挖四层，啊，照讲恁人十平一个车位来讲。啊，有七千个车位啊，啊那，四百个车位啊，啊四百车位，阮来分应该有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户一个车位应该是无问题。第三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捷运奖励啦吼，那么咱拢重视，恁分一半，阮分一半。啊，看会当讲尽量争取甲50%来分无？那50%分就变讲大概25%，安尼就可能这个会较济嘛。好啊，你无法度啊，你讲。好。我拄啊，迄个小姐拢无讲到这个销售品的迄个奖励啦，就讲咱普通拢基础，拢有露台啦，拢有迄阳台啦，迄拢无算伫这个名册内底嘛，因为恁市政府人可能无甲大家讲啊，这个。即、这个算伫迄个面积内底，所以，但是你所有权证，你所有权证可能迄个无，但是咱事实上咱家己有，所以咱一平话一平应该足接近啦。安怎讲呢？2.25乘以1.5吼，佮乘以迄个销售品的1.63啦，1.65拢会使，还佮乘以即个捷运的即1.15，算起来就有6.32。6.32如果说建商若分到，咱若分到，点63，咱就拖将近20平，开始我休息。无人安尼讲起来，就是讲，咱若讲，5平的土地的人，就他应该有他20平他分啦，所以反正有20平啦，所以应该是讲，你若讲1平换1平，应该差无几啦，啊，就市政府都争取一下。啊，上重要，我就讲再三讲讲，迄落比例分配是，就是单讲你的 SOP 怎办的吼？就讲你若讲前后中间是讲，我照比例分配如果阿是啊，迄个变相给啦，啊像迄落如何按迄按给变相出来，迄落会发生。因为咱接，那我就严格遵守讲比例分配，阿是按着拢分头接分嘛，吼、哦，不过我意见是安尼。好，是不是消品的部分先说明一下好了？